除了是供电问题，引起记录的个警政署上新配发的防弹衫，叫基层批评防护的效果不好。新北市议员试看卖用手拗对变形，立委就质疑厂商向列做黑名单，为怎样会一直达标？警政署就讲已经回收1400多件，未来会改善投标方式。断了，这个好，所以你说这样子的瑕疵品，谁敢？你看，你都有力量把它咬断了。一咬防弹衫内底的空的含棒，都真简单咬甲变形。目做警一个新北市议员林国春讲，安尼在即基层环境，奈用了安心。那位王宏伟等人找了高雄记者会，提出警政署上新配发的防弹衫，后基层批评防护效果无好，因为得标厂商前一摆被列为黑名单，为什么一直得标呢？这个表格里面洋洋洒洒都是他所承接的政府标案，那你可以看到被 mark 起来的地方，就是他从106年之后，他陆陆续续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被列为黑名单。警察为人民的性命安全出生入死，现在不孝商人把图利的念头动到了保护警察的生命安全的防弹衣上面，绝对是最大二级。因为这批买的将近6000件防弹衫当中，第一期咱反映了后，已经检测出差不多1400件无合格率真高。警政署强调，因为厂商制作过程工序问题，已经依照报告要求按换。资格标都是符合资格，那不是行政我们在查，在开标前都要上网去查，那目查的结果都不是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公告的拒绝往来的厂商，他有送样衣，他的样衣是合格的。专题会要求全民拢爱换，暗过警政署强调，一切爱依照采购法的规定进行，也强调未来也会改善投标、得标的方式，才袂让同款的争议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